我只要它再加9，就可以双宿巅峰。20张有没有机会上加9？还是宝石会先空掉？是尤拉拉最卡。8.3。这张我目前累计20张。好，21。靠，刚好跳出来，然后一次回来。这个是转接器的东西。9.3%，10.3%。28年华，我靠，还是28，继续加油，第23张，这里的话我想先吃赖福黄好了。3张赖普哦，3张紫卡应该可以，又可以吃的。第23张，开始23，不是，7，我靠，继续，第24张，接下来好像。哦，记得我没有一趴券，那个1.5趴券，因为我说有那个，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1.3趴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4张，应该吃的吗？对，我有1.3趴券，3.39，那我觉得先不要吃。第24张，加9有没有？今天只要加9而已。哦，又是一次回来。嗯，跌到那个1.3趴，如果不是3趴的话，我再来吃。1.3趴券，那个 TH 的那对卡，我打算留给恰恰。之后高级部位就会拿，有高级部位就我就会抽恰恰。恰恰目前加9，只要加持它就可以跑速手，跑速手换120。现在应该是还不够，看一下，身体绿洲先不要，12.3，加9，加9，加9，哎呦，
25章，靠，有没有？你又一次回来，不是啊？怎么一直一次回来啊？然后第26章，看一共宝石，应这1万多宝石，希望可以，还剩家具。加时，我们等下个礼拜再来充。这张第二十，我看看第26章能不能上加九。哎呀，靠！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一八16还可以，16吧，16吧，1678，一样吃这个。嗯哼哼，第二十七章了，这么快？要不4.29，先不要。第27章，哎呀，一次回来，90宝石。很好，一次回来。哎，我就不信第20章那边换上家具，所以我觉得宝石可能会先背。哎，不要乱说话。第28章，我27趴了。我看看，这个呀，15.3趴，第28章，2、3、4、5。6、7，9，有没有？还没有。喂，对啊，28，28，我靠，这个28，请问这是声控台啊？今天好像讲什么就什么哎，那什么就不给我过卡？现在是第29章了，bonus 这张的话是多少？4.89加起来20趴了，要用吗？我觉得先不要。第29章，应该没错，对，第29章有没有？还是没有。还是没过。六，
第30章哦，加九，30章双速巅峰。19，到4:05:19。打死不是第34章。嗯，你错了。三八。这三八，哎，这又是假手，又手，怎么会这样？假手，又手，bonus 10%哦。第31章，看我是不是没素材了？这才2章啊！我看看哦，要塞可以吃啊，好像没卡可以吃。真够啊！过好，进去的那个拉拉队卡槽最长，第31章，直接冲！加九！哇靠！就是老师。48。咦，这是48哎，bonus 11%。嗯，第32帧。奖品素材提取真的可以吃啊！我不想去拉卡好了，好费事。可能是吃不了。不吃奶吗？没吃奶，少去拿一下卡。31章，哦，我刚好有卡卖出去了，很紧。拿一些素材。好，等下等下，玩到了什么东西？看，等一下，画面消失，等一下，画面又坏了。去重试一下那个 USB 侦出，画面回来显示那个东西。诶，等等，我回来了，没事。
OK。现在第我们这继续查看我的第32章嘛。诺诺是11，他累积第32章，应该有机会吧？只要加9，我就可以弄双巅峰；只要学到跑速跟手速都是各加1就好。第32章，好奢侈物，让我暂时看。不然我就找那一副更值得了。OK，第32章，反正不想用我怎么办？我想留在加持的时候用，那不要用好了，不要用。第32章，该有了吧？加9，Yes，加9了。